哪有？他叫我们快克里快克里。这么饿吗？没啊，一德，我就看车子停在那里，就要赶快赶快。还好。还好。还好，下一班车很快就汇合了。我们刚从牛车水捷运下来，要过天桥，往曼士威熟食中心走。这里新加坡好有年节气氛呐、啊！你看，整条路超热闹啊！哦，珍珠坊，有名的珍珠坊。今天很多便宜的纪念品，新币1块钱，23块台币。刷屏喽！